昵称是关关，或者是就陈关宏，蛮喜欢大家叫我本名的。爱好看电影、看剧、旅游。恋爱关键词应该就是聊天、看剧、听音乐。个性签名我是五，因为我很喜欢留白，就是让一切都空白，好像一切都有可能。那就我就其实挺简单的，我喜欢很诚实、很真诚的人，然后那就我讨厌对说谎的人。对，我想要磕到一个真人 CP。OK。我觉得80吧。哇，推理值有点烂，50。因为我觉得我很爱观察，但是我觉得我推理可能没有办法到那么准确，就是我会有点难掌握他们的心思。观察值我觉得是100。应变值80吧，60吧。我希望我很喜欢你，我也希望你很喜欢我。